像这次是生产出柚子嘛，那接下来看能不能产出一些凤梨、苹果这些，类似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啊。在场上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很严肃，因为当下气氛也都是很紧张啊，所以大多是在讲战术，然后看情况有时候是会帮他解压吧，叫他不要想那么多啊。他很多时候都是，不是很多时候，基本上都是战术啊。我，好像不会，会切一半，对，加酱油，对，搅在一起。我看完以后，我想要试看看，会试看看。还有西瓜，还有反正都是一些台湾的名产，对，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台湾农产的厉害，水果之都，水果之王。今天是送苹果。希望有更多苹果啦，忘了带西瓜，还有凤梨。我觉得表现运动家的精神，在球场的拼搏，这个是感动了很多人，欢迎。那我们这边行李这边请，我们再请选手推行李，我们这边请。好好，我们先放边边，对对对。对，背板，背板。欢迎庄智渊、高承睿荣耀归国。那我们现在邀请大家一起合影。那我们先邀请看向正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左手边的朋友，媒体朋友们。好，那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们，OK 吗？大家媒体朋友们都 OK 吗？好，稍等一下。好，那大家都 OK，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是不是邀请两位选手稍微分享一下这一次参赛的心得？觉得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然后非常的兴奋，也期待，然后第一次能在单打就能挺进到16强，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会继续努力。给自己打85分。自己还是比较满意在单打的方面，团体的方面，自己感觉发挥的没有到自己想象中这么好吧。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去享受比赛，然后去体验这种奥运大赛的氛围。
觉得在场上还是比较多的技战术跟心理方面的东西吧。内容应该就是就好好去享受比赛，不要把输赢想得太重，不要太过多的去紧张。那一次算是两个一起，特别在团体赛的部分吧，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蛮激动，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当下的心情。还是蛮兴奋的，蛮开心的。描述一下那个有特别哪个 moment 觉得值得你回忆的？每一刻都很有回忆吧。回来就是先休息几天，然后再继续参加后面的公开赛，争取积分。很谢谢他们一路以来的支持吧，然后也会继续努力。首先还是很感谢啊，就是一路以来，就是从小到大这么多人的支持啊，包括长官，还有这些前辈们呢、啊，然后一直给予的支持跟鼓励，还有包括媒体大哥们，谢谢这样就是总是在事实的时候出现，然后给予关心支持。什么东西？下一步可能因为还有一些。俱乐部还有一些签约的场次嘛，然后可能后面还有一些大奖赛是被动受邀的话是会去参加，但不过在系统训练上基本上是应该是不会太去训练像之前那样练习啊。啊，接下来做什么？还是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吧，然后比如说基层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可能像这次是生产出柚子嘛，那接下来看能不能产出一些凤梨、苹果这些，类似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啊。在场上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很严肃，因为当下气氛也都是很紧张啊，所以大多是在讲战术，然后看情况，有时候是会帮他解压吧，叫他不要想那么多啊。但很多时候都是，不是很多时候，基本上都是战术啊。很开心啊，尤其是刚好又在奥运这个舞台嘛，就对我来讲是很新鲜啊。确实在这次比赛当中，确实是跟以往不大一样，自己还蛮就是享受在这个奥运的氛围里面了。就另外一部分是很开心到，就是说他在单打的这个部分表现确实很棒啊，那替他开心。不会，我觉得他应该表现得比我好吧，因为我觉得相对比我那时候要成熟一点。对。团体吗？团体没有什么经验，单打比较经验，因为团体就像他自己说，可能团体的时候单打他比较放得开一点，因为他自己的事情。那团体的时候可能是攸关到别人，他会想的相对比较多，所以在发挥上跟一些想法上，他战术上显得比较拘谨一点，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他自己也有意会到。
会啊，这是肯定的。所以应该如果在这大半年的时候没事，应该是都是会在家里啊。对。你说我还他？帮我？我觉得当然他有这样的心意，我很开心啊。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一直在讲，只能在就是试着怎么在遗憾中进步跟成长嘛。我觉得还好，有时候其实本来不会去想这个，但是可能打完以后，媒体记者一直问，确实会开始有点感觉有点遗憾。柚子吗？对，希望柚子开。希望，对。对。给他，我觉得可能从我身上看到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在意义跟坚持这一部分嘛。可能，就是我可能表现得不好，回来我会去总结，然后再去想。然后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可能会哪怕打不赢或遇到劣势的时候，我还是会告诉自己不要放弃嘛。那这方面可能是一直以来也是在告诫他的。那确实他有在学习跟进步啊。那希望他接下来做得更好。觉得他就算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吧，然后希望能从中学到他这一点，然后也能提升自己的成绩吧。其实，在盖球就是去有这个环境，真的就是自己的兴趣而已，不会说是想要去生产柚子啊这些，就真的纯粹是喜欢小时候那个氛围，然后但走着走着就变这个样子了，所以反正接下来也是这个样子，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跟自己喜欢的时候才会去做。我还是台湾。画面就是很多人，然后就是一起在那边讲话聊天啊。因为这是我自己小时候在那个环境中长大最怀念的地方嘛。那也是当时为什么会有去再重新就是制造这个环境跟情景啊。那时候也是当时跟妈妈这样讲，然后妈妈才开始有这个，就是一去找地啊这些，才延伸到这样。当然觉得很开心啦、啊。就像我一起打奥运这个，我是自己没有想过的啦。当然是有这样的梦想，因为之前有一些他的学长有跟我一起去打过世锦啊，参加世团这些，但是奥运是真的没有想过。所以从出发到在比赛进行的时候，当然有些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不过整个过程我觉得是遗憾的话，这个倒没有，就确实是开心的。应该是2012年吧，就是自己争铜牌那一届。当然，如果这样说，冬奥也是有很有记忆点啦、啊。然后，那第一届其实都有，但是你说最在意的肯定是2012年，因为是最有机会拿牌的嘛。那可能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事情。那正好把你们再往后退一点点，因为人太多了。你好。多问市长。问他了。多问市长，市长先说。你先。我靠，别人讲啦，我靠别人。对了。
他们要问你了，你先打。好好，我先打。好，先跟我们说一下你接下来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下一步就是不知道，走一步是一步，然后先休息吧，跟家人出国，然后跟市长聊聊天。对，因为妈妈有说好像你有一些事情想要做啦，然后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想做的？做一些基层的事情嘛，然后希望自己可以达到，然后所以有些想要去做基层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是要跟长辈们讨论，然后等到看明年吧，然后大家拭目以待。如果是因为有一些比赛是被动邀请的，那个是有录取还是会去，但是训练的话，系统训练应该是比较不会去做。对。那想问针对提膝后背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规划或打算？像早上有说说是可能水果团队，就还是会继续像就是自己喜欢，所以会接下来在球馆里面继续去带小孩子教他们嘛，然后希望他们看能不能赶上2028奥运。了解。那以后要转做教练的这一方面？应该教练是兴趣，然后其他事情都会多方面尝试啦。对。那还有就是因为你就有被做成梗图嘛，当然其实网友蛮好奇说你是皮蛋会半开的那一派。我，好像不会，会切一半。切一半。对，加酱油。对，搅在一起。我看完以后，我想要试看看，会试看看。嗯，对。那所以现在心情是相对比较轻松。相对比较紧张，因为市长在旁边。对，对对对，就打完了比较轻松啊。对。那除了柚子之外，苹果跟凤梨有说是高雄人吗？对，还有西瓜，还有反正都是一些台湾的名产。对，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台湾农产的厉害，水果之都，水果之王。谢谢。今天是送苹果，希望有更多苹果啦，忘了带西瓜，还有凤梨。但是我想，志愿做的任何的计划，我们都会支持啦。因为他是，我觉得表现运动家的精神。在球场的拼搏，这个是感动了很多人，尤其是日本队，那个打完，这个选手还向他致敬，那我觉得不简单，那参赛不仅参赛，他也赢得了友谊跟尊重，这因为志渊，是我的学弟啦，他跟志颖都是雄中的学弟，那一路看他们在打球，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看志愿在比赛，那尤其那一天跟陈瑞在旁边，那种手这样比来比去，就觉得很有趣，大家这个是长辈，这样碎碎念，这个这教导了很多的这个后辈，所以假如说有一些基层的培养选手的计划，我想我们的运发局跟教育局，我们都会全力的来配合啦，那另外我们运动发展基金也有专案教练的计划，就希望说能够借我们运动发展基金来让更多的教练可以培养更优秀的选手，好像志愿在这个球场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选手在这里培训，那我想我们也会重点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庄之渊们，更多的水果家族，优秀的选手，都能够产生，但是我想今天还是要让志渊先休息一下了，因为这种比赛那种高压的状况，然后又有时差，然后这个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总是先让他休息一下，想好下一步。我们也未来也会跟志渊一起努力。好，对，谢谢。就是这个是小小的纪念品，这次的这次，大家看看，大家看。对，谢谢，谢谢。那我们送什么？送苹果，送苹果。拿着一下，好，谢谢，谢谢。给大家，拿起来给大家看。好，谢谢。谢谢。就是希望说有更多，他上次有在讲。
啊，也希望说下次上天对他好一点。啊，我都有在发楼，我都有在发楼他。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你要跟他打吗？不然我今天赢他的话，我就不好意思。那我说我趁人之危。你相信逝者会赢你吗？有可能的、啊，会。他让我十拳。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有了，等他，等他，我说啊，志愿先休息一下了啊，因为比赛那种压力很高啊，然后又、那么耗体力啊，放轻松，四处去走一走啊，哎，谈了一些啊，他对桌球的热爱了哈、啊，我们会。啊，跟志愿一起合作哈、啊，培养一些基层的好的选手。那另外有一些像有一些可能比较有夺牌机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选手的培训计划。啊，那我们会相约在这个球馆啊，在做更多推广桌球运动啊的一些事情。嗯，是。啊？这个我们会整体做一些规划，不是只有钱的，哪有那么简单？哦，好，这个假如没有一个那么热爱桌球的人出来推动，也不是很啊，因为他让在球场上这种拼搏感染了很多人，好，那个很多人这几天都到球馆练球，好，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庄智渊，哎，那我们就要。搭桥哦，把这个让我们优秀的选手能够传承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庄智渊看起来勾一勾一啊，然后私底下很健谈。谢谢谢谢师长，不要被他骗了，不要被他骗了哈、他讲话很有哲理哦，这种大风大浪哈、经过一些事情的考验哦，那种比赛不断的淬炼哦。还是非常神手，哦，尤其那种压力那么大哈，每一天球场都爆满，然后能够很专注的在运动比赛，哦，很不简单，我很佩服，抗压性比我还好，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我刚刚是用贵的，好，我们客厅来，一、一、一、一，我等这个老。请问有没有特别想，就是落地想要特别吃的我们高雄的美食？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其实都想很多东西回来吃什么，但是到家以后就全部就忘光了，就不会有什么。可能在那边第一个想的是。吃咸酥鸡啊，珍珠奶茶啊，鸡排啊这些，然后东山鸭头啊，但是回来以后就都还好。没有哎、欸，但是就是刚好帮我买午餐便当这样。对。都休息要出国玩了，有预计想去哪里吗？我应该是去日本嘛，对，然后跟太太还有小孩子去走一走。有，因为接下来可能时间比较多嘛，之前就是大哥还有那就是爸爸妈妈他们比较辛苦嘛，然后刚好你问到，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因为可能在动保这个议题上面，有时候会有一些声音，就是说可能我们这边会去四处的乱养，然后去放养，然后去危害到其他的生态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们的出发点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恶意要去做什么，我们也不懂，所以说如果真的去伤害到另外一个生态，我是愿意改变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出发并没有目的，但我也不懂，但我愿意去调节改变，所以有任何的指教的话可以良善的去沟通，我愿意把它做，因为我当然我现在我目前只看到是浪浪这块，但其他的一些弱势包括一些弱势族群或什么，我都很愿意去尝试去做，只要我能力范围以内。所以这方面趁这个机会，刚好可以说一下，然后请包含这样。未来如果找你去帮忙，比如说带一些弱势帮助，
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我很愿意。包括自己下一步本来是想要去，因为其实很多，但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我可能下一步会想要去联络那种类似，我怕讲不好，就是孤儿吗？那种就是对弱势家庭那种儿童那种，我可能想要去跟他们接触，然后可能或许有机会邀请他们来这边打打球啊这些，但是之前确实比较没有这样的时间安排，那接下来的话，我想要去尝试一下。争取那个羽毛球协会理事长，那你会往这方面就是理事长吗？像我的话，因为我之前前几天也有说过嘛，有些公家机关的话，它有一些它的行政条例，可能要做事情显得会比较麻烦。这个我都不是麻烦了，就是有一些原则，然后动作上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那我自己如果有一些想法的话，自己做的话会想的显得比较简单，那可能从自己这边先出发看能做什么。如果未来有机会是，当然不是理事长啦，就是有需要帮忙或可以推动的这方面，当然都可以去聊看看，去了解一下。那你自己对于就是